好啦，神叫我哋悔改啦，离罪啦。咁系咪每一样你悔改晒先得救咧？我可以话俾大家，话俾你听咧，就系我哋冇一个人能够知晒我哋每一样罪噶。嗯。因为有时心中闪过一啲意念，根本我哋都未知道已经系罪嘅嗰啲，即系我哋有时一下觉得呢个人咧唔中意佢，觉得呢个人咧或者佢外貌可憎啊。就已經不喜歡他了，已經是罪了、即有時候我們都想都想不到，所以不是說當然不是說每一樣罪悔改了神才赦免、而是呢我們整體上悔改，但我們想到什麼罪我們都悔改，即有時候神都給我們想起我們犯過的罪、我們就悔改了、但是有時候有些會忘記了、神呢就不會說、你忘記了這樣那你就落地獄了，不會這樣的，就是整體上我們真的知道的罪我們都悔改，聖靈都會提我們的、而我們、遵從神也都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做完完美的、但我們盡量去遵從神，可以有機會就遵從神，神就歡喜了、即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完美，不是我們做到完美才去到天堂、我們去天堂是因為耶穌的救恩，所以我們信靠耶穌就有耶穌的救恩，而信靠耶穌就會有果子，因為耶穌住在哪裡，聖靈在哪裡，那裡就有果子了，果子就會叫人愛神、親近神、遵從神、侍奉神、會關心人，這些就是那個果子了、但這個果子呢有些人是更加完美的，他更加很關心人、很幫人、時時侍奉神，有些人是少很多的，還有呢不完美，很多人不完美怎樣呢，有時做的時候掹掹整整啊，好似激氣啊，做得嚟咧好煩啊！有啲人侍奉都係咁噶，有時好煩惱嘅。咁咧嗰啲咧就其實就係、是、不完美嘅，但係神都紀念。但係咧佢有好多做咧，可能係草木和解，即係點解佢掹掹整整或者榮耀自己咧，可以係草木和解，因為將來有火試驗我哋嘅工作。咁佢做嘅嘢，有啲人咧出於就係祝福人，我要幫人。謙虛的耶穌，我很想他看到人家看到神的美善，神就歡喜了、這些是金銀寶石，金銀寶石是什麼？榮耀神祝福人的就是金銀寶石，真心的、就是金銀寶石，貪愛榮耀的，榮耀自己的、要比人的要競爭的、這些就可以是草木和佳，做了呢就是白做，當然這樣做都好過不做，即佢都係有侍奉，不過咧喺好似哥林多前書第三章，就好似被火一試驗咧就燒曬啦，咩都燒曬，好似從火裏經過一樣，乜嘢都冇曬。即係咁，如果佢咁樣做，即係都唔得救噶咯。唔係唔得救。佢如果係靈生命嘅果子，佢先唔得救。佢嘅侍奉帶有好多驕傲。但係佢。他是真的想都想人家得救，不過做得來又驕傲了、他這個呢就他即他有信靠耶穌，和耶穌有生命的關係、他是有果子，不過那些果子呢即有些乾淨一些，有些沒那麼乾淨、都總之他是有這個生命的果子的、他生命有改變的、他都是得救，即他是跟耶穌有關係、他基本上聖靈住在他心中，他就是得救、聖靈會改變他，他就得救，他的改變有人多有人少，越多他就越開心越蒙福，越少他就越辛苦，他就越多困難越少福氣、所以 就在乎我們是不是想神，即既然我們相信神是萬福的泉源、我們就聽完他說用神的方法侍奉就是最好的、什麼人是不得救呢，他聽得到他根本都不覺得罪是嚴重的，他不覺得罪是真的得罪神的，他不是真的悔改的，他不是真的說耶穌是我唯一的救主的，他都沒有這個信靠耶穌的心，他只是去教堂聽，但他黑眼瞓，他都即沒有覺得耶穌是重要的，沒有拔住耶穌的，只是什麼都是表面的、有時有些人回教堂只是想有些活動的，那呢就完全沒有跟耶穌沒有關係的，即教堂跟著人祈禱就祈禱，但是心就不到的，那就出了去呢一啲都冇祈禱嘅，一啲都冇去思想神嘅話語嘅，咁嘅時候佢係可以係
唔得救。即係如果佢零啊，零零生命改變，一啲都冇咧，咁佢係唔得救。